爱她男朋友是我哪个大哥呢？我操，还是别闹别闹，上了吧。我爱她男朋友是我哪个大哥去呢？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好嘞，好嘞。哎呀，谢谢你啊，师傅。到家了，那个飘哥、瓜哥、孟哥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哎，我走这边，这边安全。我没有男朋友，不，我没。好，师傅你慢点啊。谢谢师傅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呀，慈眉善目的这个。拜拜，师傅。大哥，我没有。哇，这条路就灵异了，我以前一路风尘走过。谁给你奔现呀？呸！在我直播间谁勾引我大哥，我把谁封了啊！勾引我大哥，本直播间禁止谈恋爱，勾引我大哥把他封了。再说了，我飘哥都有老婆的人了，你勾引我飘哥干嘛？长得也不一定有我帅，小哥是吧？你这，我在上海上学，给你接了个女大学生。我不是那种人，明哥进也不说话，操！哎呀，你们真的庸俗，进也不说话，我操！老公，我想勾引勾引你，嗯，宝贝儿，不行。哎，兵哥，这条路只要拦上车，一路到临沂了吧？应该。有可能。应该是一下就到了。一条直路。我现在正在看导航，嗯，也是一条直路。几个大哥，放心，我在上海有俩表妹。可好看了，上钢桥，往前直走走，桥这边不好搞，直到我们这边拦到。如果运气好的话啊，如果运气好，兄弟们，如果运气好，一波到临沂，兄弟啊。咱坐的有几公里？我操，我觉得有个六七公里就有了，那个车速，六七公里有了。七七，飘哥说不愿意，你看我行不？七七奔临沂也不行，你看我行不？我们离出发地现在的话呢，应该有个四十公里了，飘哥，四十了。这条路我们都直接到临沂了呀，出发地离临沂有七十多公里呢。呸！悲情丧过的女人，到杭州的话你招待是吧，哥？好。他看破了昨日的红尘。直接要到了，兄弟啊，问题是过不了杭州。白说。兄弟，白说了。哎呀，兵哥和兵哥喝点吧。连吃带拿，来吧，阿姨，来上海吧，我请你看看什么叫做东方明珠。兄弟们，来上海看东方明珠了。对，今天没有下雨了，今天搭车会方便一点。
欢迎兄弟们啊走进二十四小时直播的一个直播间啊，兄弟们一路风尘啊正在直播中。我们现在正在拦一个车，应该一个人两个人不纯。哎，等等，我直播间这个三分倒后七分钟，怎么觉得你这么熟悉呢，兄弟？我咋觉得你这么熟悉呢？哎，孟哥，我上一次一路风尘走到南阳的时候，我说好美呀，不是遇到了一个虎妈，然后一个小伙子从我旁边过，请我吃了一碗那个什么牛杂汤啥的，然后呢就来我直播间了，是这个人不？我是他不？我记得也叫什么三分什么的，当时在南阳，这个哥们呢请我，不是吗？然后我记得他连买个西瓜都没舍得买，然后请我吃顿饭。不是啊，他也叫什么三分什么，我记得是。这条路车流量少啊，感觉是吧？这种路是最后拦车的，不是啊，南阳我只记得皮皮小姐姐。是啥我忘了？对吧？咱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ID。这种路最好拦了，兵哥。没加微信，你为什么不加呢？皮皮小姐在群里啊。这是皮皮弟弟，什么皮皮小姐姐？那就是你姐啊。前面有个敬老院。啊，我不像。兵哥可以那个啥。就是这个大哥说让我们去敬老院蹭饭。我说我不像，我太年轻了。配哥吃的话合适，腰稍微弯点儿。啊，那都是我那锤子。哎，我说来整碗饭，整碗面，哎，锤着就可以了。谁要加我姐微信？我追我姐吗？要，我去告诉她。你告诉皮皮，我喜欢她。你告诉她，你看她怎么回应你。柯哥喜欢你。打车。这有点不适合吧，平哥。师傅。我哪里去啊？能带我往地下吗？我往前面就是走，想去灵隐。我想去前面。哦，你不去灵隐是吧？哦，好。没事，师傅来。哎呀，不行，不行，就是用一粒的。那好嘞，你忙，你忙。你忙，你忙。你告诉他，你说。啊？他不去灵隐，我把引导叫出来。你说柯哥喜欢你。不是，他往前面。你说来，啪啪啪，办卡一刷，对吧？前面几百米应该就到了，是吗？拦成的再拦再拦，我拉倒吧，都觉得我长得不英俊吗？英俊啊，不潇洒吗？说得完吗？侧面正面啊，孟哥你加不加不要紧，主要你好像还是个大学生，我靠，哇，兵哥你都敢主动拦了呀，你太牛逼了兵哥。我靠，都不用摇啊摇了，兵哥。那不然呢？来开始我们的拦车。走着拦着。可以，我操，兵哥现在都主动拦车了。哎，拦上一波到灵隐啊，兄弟们。兵哥累了。兵哥长大了。兵哥，咱要是拦远途的话，不但咱能坐，你还能帮他开。这车我操！来吃饭的，这车拦不住。家属的。拦一个。
车速不高的那种好了。斌哥再也不是出发前吃烤肉说能走100公里小时的斌哥了。蓝车和女人一样，一开始扭捏，后来主动。斌哥太着急了，都秃了。哎呀，别老说人家头发。啊，你们老说人家斌哥，是秃了，那又怎么样呢？男人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斌哥说不好意思了，人不要脸吗？人不要颜值吗？人还年轻，人不需要。这样了，咋的？这个，斌哥看着啊，咋一个？哎呀，一点点的。不过该说不说，斌哥的姿势拿捏的还可以啊，姿势拿捏的，我操！该说不说，这姿势拿捏了，我靠，没毛病，兄弟啊！哎，这个红车，我觉得没问题，斌哥。大哥，带一下。哎 ，OK， 我找到箭头。能不能再带我们一段？我们要去云影这个方向就行。那行，那谢谢了，谢谢。谢谢。走不了多远啊，好，到前面要拐了，要转弯了。行。那年他双手插兜，只要稍微一伸手，兄弟们就知道什么叫做极限。啊，这个车我觉得可以，兵哥。这个车我觉得可以啊，大车不行。我以前经常拦大车的，咱这个太近了。啊，兵哥。你这临沂的下站是哪里？临沂下站走小镇那里吧，走商水吧。咱过小镇是吧？嗯，可以。我操，上次我也是路过小镇。到那里再说吧。不是，我如果有大车的话，他直接拉到小镇。我操。我的意思是，咱这大车是网红，去哪里都行。嗯，就是稍微偏一点，他只要带着咱远，那也可以，是吧？啊。对，飘哥，对，小镇胡辣汤那个，对的，没毛病，就那个胡辣汤那个。河南的，我以前直播的时候经历过小镇的胡辣汤那里，当时有大哥让我们挑战喝胡辣汤，我操！那年他双手插兜，兵哥，继续。拦车就靠你了，拦车兵靠你了，拦车兵就靠你了。又来一个，这次还挑战吗？这次让兵哥挑战。柯导又出来架头部了，我操！架头部。谁说我们的假徒步，兄弟？等兵哥实在拦不住的时候，到时候我再出马，兄弟。他咋没驾照？人家兵哥开大车的，兄弟能没驾照吗？哦，电子驾照也认哈。那年我双手插兜，这次我们好像，兄弟们，我们好像还没有拦过大车呀。这次他不是，他是 C 证， C 斌哥是 C 证，是吧，兄弟们？这次我们还没有拦过大车呢，斌哥是 C 证啊。我胖妈怎么等级又升了，21级了？怎么刚才还16级，怎么升级了？ C 他是 C 证。
我操，我他妈也看错了，操你干嘛，这是这个叫神门道体系，我也看错了，刚才二A级的，我还以为是哎，我也看错了，这个神门道 C 证可以开那种小型货车的，知道吧飘哥，可以开小型货车的，这个不知道谁，这个是高仿的，不知道谁，小哥屁你个狗东西，那年我双手插兜，我看看我们能不能一块拦到东的方向去，我二嫂哎，兄弟们，你们说这些大车它会去哪里呀？这些大车，斌哥，你说这些大货车他们会去哪里啊？大货车，那跑的有的都是全国跑。连云港，以前我们拦过大货车。这次出门还没有拦过货车呢，先那个啥，先搞搞。想拦货车就回去。他现在在那里停，我回去问问他。随招随拦，随招随拦，没事。今天先干到零营，因为电量不是很支持了，先把电量给充充。我的手机就是没电状态。我知道，所以说我们今天要到我们到临沂之后先找个地方把电充上，咱俩再去找栖身之地。为啥花之水我们以前就是那么拦的呀，以前都各种拦啊，以前来看这个大哥能带一下吗？烧我们一把，坐不下应该。走啊，这个进度新闻快递总不能把斌哥我俩打包成木乃伊啊。这我觉得两天干70公里，一天干30，十天干300。那放充电宝呢？都要包里面。我觉得咱俩今天把电搞好，从明天开始要明天要干100多公里了，要不然这时间可不够啊！我操，我想了想，今天咱到临沂先休整一下，把电充一充，然后电充吧，明天拿上，明天要干100公里到150公里了。这样的话，我操，这进度有点慢呐！我操，那憋死了瓜哥！我操，国庆能，这样的话进度有点慢，我觉得。2天60多公里，哎我操，哎呀忘拦了，那个车面包车可以。国庆是6.1，我们要在这个月的中旬去干道，兄弟。我们不住店，兄弟，我们没有雨窝是不住店的，你们放心，只给设备充电，我们还是在野外。节目做的做真实。知道吧，我们只给设备充电。我小学6年级，兄弟，6年级。哦，儿童节是吧？这个车会停，但这个车要钱了，肯定是。这个坐不下。我这幻觉了，不是累出幻觉了，兄弟。明天必须我们得奔着150公里左右的路去赶，感谢吉布哈迪啊！
主要今天这个电缆问题呢全部都搞定，我们电的有板插，和别人点鱼钓鱼。哇，我也觉得这个妹子不错，身材好呀，这个妹子你看腰细腿细，刚才去见到这个妹子身材真好。欢迎四舅啊，欢迎四舅。不是气质，不是气质，那妹子腰细腿细，刚才那个妹子好看。这进度明天必须得奔着明天的150公里赶，今天把电给充满，这个进度有点慢，我操这个进度。拖拉机。那兵哥，明天咱俩得挑战，就是明天挑战150公里了，就150。大货车太近了啊，不好搭，离大货车太近了，也不是视线不好，这个那往前面车走点，这个是看运气的，就是本来就是10辆车，你看了10辆车有1辆车它会停，真的是这个道理。走过，我们走过这条路的。难受啊！我操，这个电量告急啊，兄弟！我操。南方的艳阳的有一个北方的姑娘。神刀门 BB 又他妈是谁啊，兄弟，这个我们的电量有点告急了，兄弟。10辆车中有1辆它会停，而且10辆车中有3辆会停，但是停的三辆车中有1辆车会拉上我们，这就是人生的一个概率。从现在数着啊，兄弟们啊，你们记得啊，我们拦10辆至少有3辆停的，当然拦10辆至少有1辆车是能够载我们的，只要拦，只要出手，兄弟啊，从现在开始数好吧，这就是一个概率，人生的一个概率，不管多困难，只要你多做就一定行。你看比如说拦这个是吧，看这个大哥能不能拉我们一段，好，给一辆。兵哥吃的药呢，他感冒呢。来一辆，啊，这些的话呢3辆4辆还有6辆啊。兵哥这孩子给饿的，兵哥找那种单一的车概率会大一点，单独的车那个它停也好方便。还有6辆兄弟啊，我们就能坐上车了，还有6辆，放心，这个概率一辈子都不会出错的。没人关心我柯哥，你柯哥精神头大着呢，妈了个皮，滚，阿姨你可见了，
六辆啊。哎呀，不容易，就办完卡吧，大哥，就余额给我们下下吧，好吧？就余额给我们下下，你一张呀，我一张，大家都一张。两轮我俩坐不下的，两轮。两个轱辘我俩坐不下的，兄弟。感谢扣二扣的小画家，感谢感谢感谢小画家，兄弟们，小画家这次还没有出过货呀，直播间我操还没出过呀，大哥，感谢扣二扣的小画家，大哥，三轮了，三轮，能开一下吗？感谢扣二扣啊，兄弟们可以整几手小画家。哎呀，这男的，这男的兄弟啊，兵哥再拦几辆，不是三轮车带的距离太近了。如果说再不成功，我就要亲自出马了，兄弟。三轮车带的太近，实在骗不到，算了吧。骗啥，兄弟，骗不到。你说实在骗不到啥呀，大哥？哎，神刀门和李文刀神是他祖宗，兄弟，他是个弟弟。兵哥，这个你要隔得远一点就开始拦。哎，对，就是远一点。你就十辆车，你放心吧，他有一辆是可以拦成功的。哎，你问问这个大哥，先上烟。啊，兄弟们啊！不是，我们是现在要徒步往云云那方向，云云县城的方向去。但是你们感觉走到哪里是你们要左转或者右转了，不往那方向去了，我们就下来，好吧？哦，好好的，好，谢谢。什么时候就是你们？你们不方便了，就直接说就行了。林哥说个话是蛮可怕的。好嘞，谢谢谢谢。哎，你搞上了。哎，谢谢师傅啊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你去丽江了呀？我们要去上海，然后路过这个临沂。去上海。啊，一站一站的哈。我知道你们打车呀。嗯。我们就是一路吧，一路都途搭。哎。就是一路的搭顺途搭去上海的。啊，就是我给他再做一个纪录片，就是他要去上海途搭。啊，谢谢您啊，师傅啊，谢谢您。上海这么远的呀？930公里嘛。就是我们要用15天的时间左右。啊，等于是排。就做一个类似于纪录片，然后我们再直播，做个纪录片，就这样子的。啊，真的感谢你啊，感谢感谢你。不能接三三，这个不能接。不是，我们预计的话就是今天是4号，兄弟们，15号的话我们就到了上海了，15号必到。敬请关注我们的一路风尘。你们是哪里人啊？我们从嘉县出发的。嘉县，感谢这个三分倒透七分钟啊，谢谢兄弟小画家。我们是昨天出发的。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不吐槽了，兄弟。这次我们是主要是感谢这个启明星啊。这次的话，我们到上海之后，我们这个节目就结束了。回来的时候呢，斌哥我俩就坐飞火车。从上海我们就坐火车回来了，兄弟。感谢，哎呀，这个三分倒后七分醒，感谢兄弟的这个青青乐园，这个出来来信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不，我们就不徒步回来了。
那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的这个节目是24小时全部在开播，兄弟，带你们看路上的一些人啊事啊，兄弟，就是说带你们看看风景啊，各地的名胜古迹啊，我觉得挺好，兄弟，而且还真实。这个节目我做了，从2019年开始做的，兄弟，做到现在。春运来信是不是办卡呀？春运来信是办卡。真是。这个师傅人在开着车，所以说现在不能给人发烟，开着车怎么抽啊？什么时候做一路红尘？其实飘哥，我们这个一路风尘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路红尘啊，这一路辛苦，辛苦点没事，只要是家人们开心。最后这么，我兄弟们，最后这么一期了，其实你们如果有些兄弟还在上学没有步入社会的，你们多看看我的直播，我觉得有很大的好处，你们会对各地的一些风景美食呀，会对当代社会的一个情况呀有一个很好的了解，兄弟，我觉得阿珂这个节目特别的有意义，带你们走进街景市集风土人情。是不是以后直播，但是这个内容，兄弟啊，就这个一路风尘，我有很多人不